不好意思，我刚刚迟到了，我想请问一下前15分钟在演什么？你刚刚看到的结局是男女主角最后在一起的海边里。陈爱绿车祸走了。陈爱绿，看起来是一个开心的结局，但它其实是个悲剧。陈爱绿，真的。 为什么你知道我的名字啊？我有跟你说过我的名字吗？人如果把名字用不见了，那他只是名字不在嘛，但那个人还是在啊。你不记得我吗？我跟他同名同姓，他就是你那个重要的人。嗯。